这不别跟他们打。你觉得我打得过他吗？我问你，你觉得我打得过吗？你肯定觉得我打不过。对不起，他死了。这个小兵有点多，我看一下情况。我的伙伴好了，等一下，三、二。我问你，你觉得我打得过吗？你肯定觉得我打不过。对不起，他死了。只是小兵有点多，我看一下情况。他在看中路，我的伙伴好了。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注意看我的细节，注意看我的细节，看我的细节。虽然是一血塔，但根本不转。这一波的话呢，卡皮点燃一皮，一皮啊！就问你怕不怕搞这个东西？队友怎么说？一手钉在手上，有奶妈啊！皮钉，哎，搞这个东西啊！准备好了，骗个闪现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意图很简单啊，骗个闪现很舒服。耶！现在的小老板这么耿直吗？准备好了，骗个闪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最为致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好好体会一下，无形之刃，最为致命。啊，杀你是无形的，这才是最致命的。老是有形那不行啊，你有形状出现就不行啊。你看对方看不到我啊，你看我贼过来啊，大招一给 AE 猪刃啊，我皮 WEQ 皮啊，你看这个手里剑叮啊，看他怎么说，他不追我追，他追我跑。哎哎，什么猪刃啊？哎，滚！我闪现突然按到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波被我打断了，没事，我有惩戒。哎呦我！看到没有，我的 W 变成了惩戒，哎，把它惩戒了，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捡了，哎，我的 W 变成了闪现，哈哈，这个就厉害了，我的大招就有意思喽，我的大招它就是一个打地鼠，知道吧？知道打地鼠是什么意思吗？可能你不知道，我放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别急。他的大招啊，就是勒弗兰的 W， 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啊，哎，保持满血，来勾引，好，来再勾引，来其实不是 AE 技，勾引其实不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醉翁之意在于皮，啊，你为了这个眼，我要一激光打死你，啊，假装牌，实际上一激光，嘿嘿，啊，很刁。假装牌，你皮任你皮啊，看你怎么说，溜喽！跟不上怎么着？
这个就属于什么你知道吗？敌方越捞我越捞，敌方越捞我更捞，太捞了，太捞了，所以我更捞啊。百分比打龙还是很快的，百分比重锤，好，中路炸了啊！这个阿里搞不过他，有点小惨。我有红 buff。这个卡特虽然很肥12等，但是他打不过我啊、他敢跟我单骑我就把他带走。你打你的钱可以，但是你不能骑你知道吧，心里要有数，心里要有数。叮，哎，很烦，我这个在勾引他，我就是故意不放，你知道吧？哎。